望你没事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吵醒你了。你做了什么噩梦啊？我都不记得了，睡觉吧。干净，肯定不是你收拾的吧？死胖子，你大早的鬼吼什么呀？还早啊！这市政发布会可就要开始了，您今儿是准备不去了吧？对，来不及了，你这么晚才叫我，死定了你！为了不让秦朗难过。我帮你把宵夜通通都吃光。秦朗才不跟我计较这些呢。好吃啊。我跟你汇报一下啊。李鹏，来。你刚才说什么啊？还有一分钟，以前不是一直都是我在帮你打领带的吗？我还是自己来吧。哦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个没什么吧，只是习惯变了而已啊。你这个怎么也要记录啊？当然要记录，监视无小事，你也要这样，事无巨细，见到什么都要记录下来。现在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细节，到真正有用的时候，它就是关键证据。你就是这么疑神疑鬼的。他们要出门了。把你的卡车借给我。啊？啊？什么呀？我早上我怕停车停楼下被他们发现，我就骑自行车过来的。要不你骑我自行车？怎么那么笨呢？你不知道把车停远点。哎，下雨了，别忘了带伞。
看什么呀？哦，没什么。快点来吃早餐吧，发布会的时间应该也差不多快到了。好。你昨晚让我查上官家的呼入电话号码，是从法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拨出来的，暂时还查不出跟上官有什么直接关联。他半夜做噩梦也好，衣服穿着有改变也罢，我觉得暂时还在合理范围之内，毕竟他的生活曾经有过巨大的变化。可为什么偏偏是领带呢？他可以改变穿衬衣的习惯，穿皮鞋的习惯，为什么偏偏是领带？你想到什么？我还不是很确定，我需要试一试他。你是哪个报社的？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？哦，我先去拿个喝的，咱们一会儿再聊。他谁呀？真的是你爷爷了，我以为我认错人了呢。琉璃，在这儿见到你真的太好了。怎么，你调部门了吗？以前你不报时政新闻呢？刚调换不久。你是我的好姐妹，你得要帮帮我。我怎么帮你啊？给我第一手的新闻资料。你是在故意调侃我吧？明知道我的工作性质，我连吃饭睡觉的事都不能告诉你，怎么给你第一手的新闻资料呢？我跟你开玩笑的。请各位回到自己所在的区域就坐。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林市长、钟副市长和三位英雄以及他们的家人入场。三位英雄主持这个新闻发布会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。这三位英雄在被捕期间长时间的被关押、被拷问，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，他们是不屈不挠，坚持原则，坚持立场，忠于大帅，那就是我们全军将士们学习的榜样。这三位英雄的名字江城、华同瑞和上官宇阔。是他？谁？没事。我想现在大家都想知道这三位英雄
此时此刻的心情，是吧？好，那就请这三位英雄给大家讲一讲，欢迎。这是我第一次当着这么多面发言，现在我想说的只有感谢，感谢所有为了营救我们付出努力甚至牺牲性命的同僚，感谢大帅没有忘记我们。工作呀，你不是在发布会吗？今天还有任务啊。我需要一样东西，你给我送上来。什么东西啊？相机。相机我倒是有一个，但是只能拍十几张，行吗？行，三分钟之内给我送到。喂，我怎么进发布会现场啊？自己想办法，耽误事你就死定了。总之，我要说的很简单。这些都是一名军人奋所应为之事，谢谢。被捕后，我被关押在一座秘密的监狱里，黑暗、阴森、潮湿，闻到的到处都是血腥味。我努力地保护好我的手表不被打坏，因为只有它能记录我被捕以后的日子。在他走了9天零8个小时之后，他还是被电击，和过多的血液侵入给弄坏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放弃我自己了。先生，请出示您的邀请卡。邀请卡？我就是来送东西的，不用邀请卡。没有邀请卡不得入内。啊，我就是想进去听一下那三位英雄的事迹，我特别热衷于这个。板大哥，你放我进去，我三分钟就出来，好吧？对不起，没有邀请卡谁也不能进去。兄弟，借一步。那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楼下那位局长。听说过那位局吧？以后你有什么事儿，你找我，我一定为你效犬马之劳。你现在放我进去，好吧？谢谢。不行。总统那位局你听说过吗？那位局干什么呢？我疼死你老半天，拿了没有药？啊，拿来了。你注意身体啊。从那时起，我意识到一味的愧疚是毫无意义的。那几名被我错杀的救援人员是凭借着怎样的一种精神，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仍然不放弃找到我？而如今的我还有什么权利自暴自弃，浪费他们给予我的第二次生命呢？我现在深有感触的，也是我今天想告诉在座的众多三军将士的，任何时候都不要自暴自弃。什么是信仰？不就是在考验最严峻的时候依旧能够坚持到底吗？
刚刚给你的表现，适应得很好。那都只是在外人面前装出来的幸福罢了。私底下，我觉得他就像个陌生人。那你为什么要回去呢？那我能怎么办？向他坦白一切吗？他们两个认识吗？貌似在谈论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。你刚刚什么情况？听英雄报告还出去了？我有一个重大发现，不过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你先帮我拿着这个杯子，我要做一个实验。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原来你真是一名飞行员啊。我记得我还告诉过你，我是被家人逼着才去飞行队的。我对你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。很高兴能再见面。喂，干什么呢？我在告诉琉璃我能跟他重逢，我很开心，我们是有缘人。还有缘人？我看就是一大马猴吧。我们不单是有缘人，我们还有过肌肤之亲。刚才这个勾着我的包了，还给你。你不让我看，好像后面看的人更多。你干嘛？小姐，事已至此，只能委屈你这么贴着我走了。走去哪儿啊？解决问题。代工告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错，你是服装设计师？我也希望是，可我的职业偏偏是一名飞行员。飞行员？不像吧？不过我本来参军也是被我老爸老妈逼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叫贺同瑞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叫刘琳。你是天津人？我在奉天生活很长时间，过来上学的。我先走了。喂，既然这么有缘，一块吃饭吧。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。笑什么？嗨，这谁没碰到过尴尬的事儿啊，是吧？我觉得就这件事而言，哎，他俩处理挺好的。对，还是嫂子有眼光。干杯。来来。你还胡说，明明是你自己编造的，什么肌肤之亲哪有啊。你讨厌，不许说了。那就罚我请你吃饭吧，今天不算，改天再约。哎，是晚饭还是午饭？要是晚饭的话，这我也得去啊。甭管晚饭还是午饭我都去。可以，没问题，我们百合会随时欢迎大家的光临。
干杯。是我反应过激了，没关系，只是你的本能反应，又不是故意要伤害我。你能明白我？当然，我也是军人，经历过战场的残酷，怎么不能明白？啊，对了，你到这里是？我来拿一瓶洋酒。哦，我是来拿瓶啤酒。不行，我得向你挑战。网球不就隔层网打的球吗？我就不信了。怎么？谁怕谁呀？等等，现在跟着我网球。对，就是要跟他挑战。打不过，咱们还跑不过吗？是吧？没问题。那下周末大家就都来做个见证。好。好。好啊。好。雨波才刚回来，他的身体不太舒服。这个没关系的，我们准时应战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分不了胜负。你很想赢啊，难道你不想？忍不住想看看，你的身手是真还是假的？试试。这就是你昨天说的重大发现。这只是上官的一个动作，用来缓解自己紧张的情绪，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，他借着发布会这种公开场合，用打手势的方法跟张大帅部的特务接头，甚至是传递情报。但你这句话怀疑的可不止上官雨珀一个。昨天出现在发布会的有三军将领、市政要员、各界记者、媒体，甚至是我们市府大院的各部门人员，这么多人当中，很难保没有一个是张大帅部的潜伏人员。还有，昨天晚饭的时候，我又试了他一下，他的肩膀和脖子部位非常非常敏感。你们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敏感呢？你是说他曾经被领带一类的绳状物勒住脖子，濒临窒息？不止，他不止受到过这种死亡的威胁，更严重的是产生了心理恐惧。那上官呢，是肯定受到过各种严厉的刑罚，他身上那么多伤口，就算是出现过你所说的情况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了他只是一名飞行员，并不掌握太多情报。那么他有什么价值呢？张大帅部的人为什么要对他反复严刑逼供，不直接杀了他而放了他呢？除非他接受了策反，为张大帅做事。高权的人阴险狡诈，他们会不会是故意在玩弄俘虏呢？但这无疑是最合理的一种推测。我们的工作原则，逻辑的合理性，就是最有效的行动依据。胖子，把这照片带回破译组，去甄别它是不是符合某一种密电码。你跟我来。
是。神神秘秘的。醒了吧？什么事儿？我记得，自小胡秘书出事的那天起，这条项链就一直锁在办公室里。怎么今天又戴上了？我戴这项链不好看吗？我是跟你说正经的，随便找个借口在我这儿糊弄不过去。秦大局长，你那么忙，这点小事儿你就随便我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？拿自己当诱饵，好引潘多拉现身，这还是小事儿？赶紧给我摘下！小胡秘书他透露潘多拉的情报时，一直指着这条项链。我相信这条项链跟潘多拉有很紧密的联系，而且当时董恒是把它送给了我。我觉得我才是引出潘多拉最好的人选。胡闹！冷剑已经把潘多拉的情报汇报给上头。这一情报的甄别工作已经移交给北平内卫总局接手处理，这是所有的更新情报，迄今为止都不能确定潘多拉的存在。依照目前的状况，我基于内卫总局的工作原则，暂时确认你对上官雨珀的怀疑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分清，上官雨珀跟潘多拉是两个不同的案子，所以在对待和处理的方式上要谨慎地区分开，以免上头说我们越级办事，你明白吗？可是他们的办事效率这么低，说什么已经放出消息了，如果真的存在潘多拉，他一定会主动潜入办公室来偷这根项链。那么多天过去了，有人吗？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说不定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追查方向。别偷换概念，你跟他们的行动方向是一致的，只是多了另外一层假设，上官就是潘多拉。别是小性子，老实说，我更担心的是你的直觉没有错，上官真的是潘多拉，而你又一次次的接近试探他，他一旦识破你的意图，你会非常危险的。我突然想到，我们会不会误解了小胡秘书临死之前指着项链的意义啊？接下来我需要一名游客的协助，交给我一样东西。当然了，这件东西是越贵重越好，我将与大家一起见证一个奇迹的发生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最后排的这位小姐。我对，就是你，请上来。小姐要交给我什么？这个吧，给。小姐确定要把这名贵的项链交给我变魔术？嗯，那要是我把它变不见了怎么办？只要你别把它变成一条假的就可以为什么你不珍惜？我也是。看样子，这场魔术表演是你事先安排的，为的是想借项链消失，引出什么人？董恒，你不需要知道这些。我们相信你不是我们要等的那个人。是我送给你的项链，我有权知道它有什么不妥。你手怎么受伤了？我办公室里丢了东西，我又说不出是谁做的，所以受到高权董事长的惩罚。
这位董事长行事的手段也未免太狠辣了。崔琉璃，别试图跟他作对，想用项链探知些什么。那个魔鬼，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会让你不知不觉落入圈套的，他会让你万劫不复。谁让你自作主张放走董恒的？你我都清楚明白，他不可能是那个蓄意跟踪我想要得到项链的人。那请问大小姐，他是怎么知道你在维多利亚公园的？即便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，他的肯定也知道那个人是谁。刘丽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智商很高，但你的情商很低，每次遇到这种人情世故，你总是处理得一塌糊涂。你要干嘛去？我闯的祸我自己去弥补行了吧。局长，万玲，派遣三个行动组跟着刘丽，务必在天黑之前给我找到董浩。是。向来各行其事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不懂。云逸呢？思成，组长，我们就在这儿发现董恒的。要是我把他抓了，真正跟踪我的人就不会杀死他。组长，这里行踪不明，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。是。来，慢点啊。少爷，您的百合。谢了。小周啊，少爷，咱们这批百合从哪儿进的货？哦，我们的花呀，全从城郊农场进的。那天您吩咐的品种，他们那也有，所以我就买了。把花收了吧，看来要下雨了。哎，好。我宣布，为了放松大家紧张的工作情绪，明天我们休假去郊外野餐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刚跳舞的时候不小心绊到你的脚了。啊，没事。没事，我们就接着玩了。你玩，你玩，我坐会儿。那我们接着玩去，我们接着玩去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走，接着玩去。
寂寞呀，寂寞呀！上官怎么还不来？就等他一个人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你催一下吧。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说曹操，曹操到，人都到齐了，可以开动了。曹操，哎，你可来了，我们开餐吧。季莫，你有动过我的公文包吗？怎么啦？我问你有还是没有？我就是在整理衣物的时候，不小心把你的皮包弄到地上了。谁让你整理它的？你怎么啦？你以前都不会这样跟我说话的。现在不是以前了。哎，上官，别着急走。菜买了，山东带走。不了，我要回市里。上官。现在正好吃饭时间，你回去也要吃饭，要不然一起吧。哎，我还有事呢，你们吃吧。哎，正好我也想回市里，搭个便车吧，一起走。在这玩的好好的，你干嘛回去？我腿疼，回去看大夫吗？上官雨珀，你们两个是约好一起走的是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莫名其妙找我吵架，现在刘丽要说要跟你的车走，不是约好的是什么呀？哎，别吱啊，别吱！我正好有事，我跟他们一块回去。不，你也是。哎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兄弟，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吃点饭好了。老百姓干什么？这家伙不知道啊！刚才跟那个渔夫说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，果然出事儿了。哎，怎么还在洗手间？哎，胖子，他什么时候进去的？给我点好吃的，我告诉你。给，进去十分钟了。他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呢？你再给我吃一个，我告诉你。接着，他拉肚子。可总不能每一回都拉肚子吧？哎，那季莫纯呢？我回来就没见到他，估计啊是还没消气儿，现在还不想回家。又开始了，胖子，
的心中有一个盒子，关着一种很平凡的东西，就像我们每天心跳呼吸，来如潮汐。也没有关系，我爱一个人收集回忆，反正这一周什么都有它的轨迹，就算你不知道，我一样会维持我的心中有一个盒子，关着一种很独特的东西，让我保留这个小小